大家好，我是大同虎哥。今天黑夜，决定休息他一晚上。下午回家躺了一会儿，今天出来测试俺当兄弟，必须得躺的。这个带走的，那个在这儿吃。有盒儿。啊，那。嗯，一碗带走，一碗吃。啊，这吃完就。啊。这样是两个鸡。两个鸡。那个带走的这个鸡腿。啊，这个茄子。茄子面，这个面啊，是吗？啊。嗯，这个不咋吃，行吧。啊，什么面吃啥一碗啊？39.5。我还都是捏一颗鸡蛋，挑切的，花生油，一碗面汤。明天吃完了，给我儿打包了一碗，媳妇儿咱不吃了，买点水果就行了，买点水果。这是咋买的？10斤，现在烤出来有10斤。10块10斤？嗯，那给多少10块钱？有10斤的。嗯。啊？有些厚的。哦。多一块钱，哦，是一些。今天难得休息一会，好好休息一觉，今天。